Hello， 大家好 ，Coco Z 耳湾地产经理。我现在身后呢是大公园的一个新社区，刚刚开盘的一个三连排的别墅，就是这一栋里面呢有三个房子。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是一号户型，一号户型的面积是2031尺，室内的面积，三房3.5卫。这个房子的价格是93万多。我现在带大家去看看这么便宜的房子里面是什么样呢？现在是一个走廊，正前方是车库，这边是一个卧室，一楼带一个套房。洗手间、卧室，然后这边可以上二楼。那我觉得面积也是很好的，很宽敞，客厅、餐厅、厨房，窗子很大，明亮的，这是完全没有电的效果，没有任何的灯光。哦，阳台很大呀。对面是泳池，这应该是一个半卫。接着上三楼，三楼就是两个卧室了，这是次卧。带全卫的洗手间和自己的衣帽间，这洗衣房在三楼，这是主卧。浴室，还有衣帽间，因为这是一个三层的连排别墅，但是它的层高都很好，在三层。OK，